3月30号，我们前往云林的土库驿可可庄园进行捐血公益、旅游讲座以及 BMW 车展。感谢云林的民众，当天气温高达30度，大家还是踊跃捐血做公益。捐血的礼品非常多哦，有我们的晴天伞，还有旅行组，其他还有蜂蜜、牙膏、贡丸等生活用品。当天我们也有举办好几场旅游讲座，舒适的环境，丰富精彩的内容，让台下观众听得津津有味。是你如果去旅游会计划得非常详细的，请举手啊！好，有一两个，还有一年的历史的，美国人就喜欢坐这一艘。然后有一些难吃让大家今天走一走，觉得肚子饿。在户外有 BMW 车展，还有专员带你看车。晴天旅游的同仁们也卷起袖子投入捐血行列，最终募集324袋的爱心热血挹注血库。期盼下回可以到更多地方传递分享爱。